松，哦，一个若有枯松了，咱人用真侪时间啦。咱若有枯松，有松花，咱就用真侪时间去丢一些外需要，对不对？哦，每一项拢做过啦，啊，人就心，人就烦恼就痛苦啦，哦，特别自在啊嘞，对不对？哦啊，干枯生活，哦，这放不放？啊，佮第七点，水的面无贪念啦，哦，第七点，我写着啦，我就当佮放啦，恁就互我放到到四点啊。水源就不攀岩啦，当然咱水源就袂攀岩啦嘛，啊生活就自在啊。嗯。要怎样简单尔？啊，你若想无水顺，你坐人缘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要追求人生完美的一面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大下无买了，啊，就前端，哦，啊，生活就袂自在，啊，这就拢都连带关系啦。啊，所以你要知影，你后虽然就会去攀岩啦，啊，我做一个结论哦，这简单讲就好。人啊，咱做到做到安尼，从上处拢学习嘞，晓得啊？不简单嘞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恁做到安尼，一路反正是过去的，拢是过去的上处都安尼交代的。嗯。叫咱要收哪收到这个阶层嘞？哦。嗯。不是你啊，即摆道理头来讲，主要我想慢慢来教，我怎么讲啊？讲讲讲到心，你无讲到心，你知道吗？